1月20日，有媒体曝光王栎鑫与神秘女子外出约会的画面，两人举止亲密，疑似恋情曝光。当天两人打扮非常低调，王栎鑫与女子包裹非常严实。餐后，该女子突然拉上王栎鑫的手，带着她向前奔跑。期间该女子一直表现得很主动，而王栎鑫直接和女子十指相扣，两人的状态看上去非常甜蜜。随后两人上车一同回酒店，这也证实了两人的关系不一般，疑似新恋情曝光。当初王栎鑫刚官宣离婚，十天后就被拍到与一女子同回酒店过夜，这一点也让他背上了渣男的称号。不过后来王栎鑫出面解释了这件事，表示自己和前妻其实早就已经办理离婚了，只不过未对外界宣布而已。对比这两次事件的神秘女子，光从体型和气质上来看，两个女主人公极其相似，似乎就是同一个人。王栎鑫离婚时表示孩子共同抚养，但其实一直都是前妻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孩子。如今王栎鑫新恋情曝光，最后也希望他们二人都能够彼此安好吧。